膝盖比车卷身上下的苦恼，头脑跟手机每天心情浮躁，太多事做自由想这是徒劳，靠直觉、时间别浪费，膝盖一听到音乐开始舞蹈，敲一敲反射不被理智主导，睡醒内心的时候干脆无脑凭感觉，不用那么累，卡达舞烦恼来了那就给他一招，戒了一招那就跳得更不吵。